小伟游戏说，你看我来说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伟。在吃鸡中，伤害高的武器通常都很受欢迎，但这三把枪是个例外。今天我们来聊聊伤害爆炸却少有人用的三把武器。一 MK47， MK47 如今是步枪中单发威力最高的，为49点，伤害爆炸， AKM 狗杂的伤害都比不过它，可是它却相当冷门。归根结底是 MK47 没有全自动模式，并且它的射速很慢，不适合钢枪，当连狙打射程又太近，因此很少有人使用。二十字弩，单发伤害为105点，伤害比肩 AWM， 一发能秒掉满血三级头，威力爆炸，可它却相当冷门。其实原因大家都了解，换弹慢，子弹少，超过50米打不中人，相信大家捡过一次十字弩以后都不会再捡了。三 SLR 是除空投神器 MK4 外最强的连狙了，各方面属性比 SKS 都好，尤其在伤害方面。但 SLR 的使用难度很高，再加上它极低的刷新率，虽然很强，但玩家们却不使用它，在游戏中非常冷门。小伙伴们，你们喜欢用 SLR 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，我们下期见。